方面，独生的仔女自然受到家长溺爱，于是就制造了很多性格有问题的小皇帝。好似撞死人之后就答句和巴舒吕刚，那个李启明就是表表姐啦。这一班呢独生仔女呢，他的整个社交花以至整个个人成长呢都会出了很多问题，而变成一班很古怪的人。